意思，我哋国家无有所在可压缩到，因为应该是听咱这边闽闽台湾会开放，因为这个王啊无准和另外一个王一起来，因为做王的人是无在条河主所在的。咱来看，咱的生命面无主要来是因为咱独立生命面，咱无和耶稣来做王，咱家己做王。来知影，汝做王无做王真正硬硬的，有几呐项件圣经讲，知影无知影，汝这点声对生命是汝做王，还是耶稣做王，真正简单啊，头一项。做王的人真正爱面啊。圣经讲，伊为了这朴素到来老伊，唔想老伊啊，就是无多变的基础，伊是就一起王，一种白衣黑，甲附近的城的人。将挪威以下伊那拢害死了，有杀虫无风波，将伊害死了，和耶稣灭亡。因为伊卖和耶稣来掌管住，你生命未和耶稣入来，阿咪输咧。因为要做王，耶稣未错。第二项，一个人做王的生命，做王的人，伊无爱人来管伊人。第二项的证据是啥物？圣经讲，伊是充满野心的人，大家讲充满野心的人。充满野心。啊，你叫做 ambitious， 啊，你是野心的人来讲。啊，我来介绍你啊，啊，你是叫做充满野心的。野心这个字啊，这个意思啊，是讲一个人，伊不怕谁和人来管伊，这个。圣经讲：“一山不能藏二虎。”这里 one mountain cannot have two tigers 嘛，这是我讲的意思啦。啊，这里山未使两个虎，你看虎虎头顶一脚一鳞哥哦，是叫一皱纹呐啊，一脚脚是怎啊？一条破条纹之外，三撮都好像是红。做老虎，拢是做王的啊！伊卖好，人卖好人做王的，当伊假死，唔知假未假，唔知伊成效。但是，所以一个人做王人，头前个爱面啊，你讲伊是怎样 ambitious 的人啊？伊不爱路来控制，伊不爱路来管你。那这样问路，你生命顶时阿门前都变个你防卫是压缩自己是顶你。也是要坐原地。耶稣来了，你爱何鸟飞去坐哦？你想讲这个博士问问啊，为了来敬拜这边啊，来敬拜耶稣。所以很奇怪，当人家去别做物件，人咧用买个用酒店来接耶稣，人买用背板来接耶稣，人买用只马槽来接耶稣，对不对啊？